是男不是主，姑母就不认得了么？哦，果然是世中之儿。哎呀，几年不见，我娃认不出来了。来来来，里面讲话。啊，侄儿，请坐。要坐。啊，侄儿，你哪里来的这身荣耀啊？侄儿官拜探照太守，今日赴任，路过此地，特地前来探望姑母。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啊，姑母，看什么哇？既是臣官船到此，为何不将我那侄媳妇一同请到馆中，只上几日再走啊？你那侄媳妇么？他已然亡故三年了。怎么，我那侄媳妇他跨火西去了？真是，哎呀，真是红颜多薄命呐！啊，侄儿，有道是：男儿无妻心无知，你就该再吸取一番。只是无有称心如意之人，无有称心如意之，看来是有缘的了。啊，姑母，什么妖缘？侄儿有所不知，本臣有一少妇，名唤谭吉儿，乃学士李希言之妻。不想李学士在三年前亡故了，抛下他一人少年寡居，甚是可怜。本臣有过杨衙门，乃太尉杨戬之子，横行霸道，仗势欺人，也曾托人向谭吉儿求亲。那谭吉儿威逼狂徒，搬到我这馆中居住。此人聪明机智，才貌双全，你若得他为妻，真是缘分不浅。你二人一个未曾许娶，一个不曾在家，岂不是有缘么？听姑母之言，这一女子倒是天仙化人了。可算得天仙化人的了。啊，侄儿，如今他正在后面替我抄写经卷，你可先到那厢躲避一事，待我将他擒了出来，你一看嘛就明白了。果若如此，就请姑母代为提亲。侄儿若与淑女为配，终身不忘大恩义。好，稍事我先用言语试探于他，他若应允嘛，我就咳嗽一声，你便吃来与他相见，这亲事嘛就算成了啊。既然如此，就请姑母代为撮合，侄儿
到那旁恭候佳音。啊，侄儿，侄儿，我若是不咳嗽，你可千万不要吃来呀。侄儿今既就是，快去。啊，学士夫人，不要谢了，快请吃来吧。师父，方才何人到此？乃是锦相的师侄，他依然走去，此时无人，快请吃来吧。我乃苦命之人，一年来蒙师父怜念，亲同骨辱，理应唤我的名字才像是一家人呐。好，好过一家人，如此我就不再称你夫人了。这便才是。请坐。师父请坐。啊，吉儿。师父，有劳你每日替我抄写经卷，我心中时时的不安呐。师父啊，thank you.
理学士归天之后，抛下你一人，甚是可怜。小卓是问君，还愁无忧，奉求皇帝司马相如吗？师父，婚姻是苦难。之间还是寻过人家也好，有个安身之处啊。不日已岂不是饭吧愁儿，如今有一人托我提亲，此人虽不比那理学士，倒也一表人才。况且他也是官宦人家子弟哟。哦，怎么是官宦人家子弟？是啊。是那一拳掌是无恶不作的杨衙内追我至在此处，托师父前来提亲，我是不能从命。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来打搅了，误会我了，告辞了。学士夫人，
你怎么吃来了啊？姑母咳嗽，我咽难不吃来呀。哪个叫你吃来呀？师父，此位是乃是我侄儿博士中，现任潭州太守。孝顺博士中，方才姑母为媒，孟夫人云下亲事，朕乃三婶。哎呀，坏了啊！什么坏了啊？我吃下的斋饭嘛，怕是烧坏了。你们再次稍纵，我取取酒来。啊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烦你陪伴我的侄儿，我取取酒来哟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我是夫人，孝顺的姑姑与夫人失明，孝顺愿与夫人结为姻眷，倘有二意，愿明师掏心。
人叹粥太少，只因亡妻去世三载。蒙姑姑为媒，我与学士夫人谈及儿，永定八年之好。日后我若复兴，天助地加冕。哎，哪个叫你名士？你那姑姑并不曾与我们做媒呀、啊哦？怎么，我那姑姑不曾提过此事吗？我真正的荒唐，该死啊该死啊。夫人，小生赤夜无状，请夫人莫怪，夫人莫怪。哎，这是哪里失去？从我脸
孟夫人宽恕，小神感激不尽。像这婚姻大事，岂能勉强？既然夫人不允，小神我失陪了。且慢，我见君家至诚有礼，愿口占一绝赠君，亦不负今日之风。夫人不见则与我，反而赠一家具，小神自当领教。愿把春情寄落花，随风冉冉到天涯。君能识破凤栖句，去赴丹桂买酒浆。哎呀，鸟啊！好过绝妙地藏头诗，横头四字，乃是愿随君去。啊，夫人，此话当真呐、啊？是真便真，是假便假。夫人日此多情，小神要火试一手。愿问当路诸女艳日花，不负卿心遭天涯。复却今朝画的用，请须令我上午家。好过当不负卿，但愿心口日益，不负不守之用。夫人不信，我再来明示。实在莫徒儿在馆前提水，远远望见杨牙诺儿带领许多家丁，本有叫马直奔小馆而来。此事啊，竟有追踪至此，等他到来，我与他一死相拼。哎呀，夫人呐、啊！那杨衙内依仗他府势力无恶不作，服下家丁也仗势欺人。他此番到此，定为夫人而来。倘若与他相见，岂不扬日虎口？还是躲避躲避才是啊！这不，不不，夫人呐、啊！适才听二位演讲，我已会意罢休。夫人在此，难免要生火断。既然夫人云下亲事，小神的官船停在江边，就请夫人与小神一同登召夫人，两那子也无尽难压火。此计甚好，一下日火。一下日活啊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，姑母恩情应当好报。自家古日何吃此言，你二人带领侍童速从后门而去，直奔江边登舟去吧。真的是夫人登舟莫迟疑，休叫那子阻官船。狂徒来到清安馆，请召。
一个万重山，姑姑保重了。了关门。哎，走着走着走着。到了，叫门去。是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。外面哪个叫门？杨衙内到了。杨衙内，杨衙内是哪一个王？就是当朝太尉杨戬的公子，这你都不知道吗？快点开门！怎么这么慢慢腾腾打进去？是。我一开门。是衙内到此有失原因，当面实罪。罢了，衙内，你请坐。啊，衙内，想这青安观乃是亲近之地，你带领许多家丁到此何事啊？我呀，我迎亲来了。取笑了？谁给你取笑？谁给你取笑？我有个先定未娶之妾，名叫谭继儿，听说住在你这观中，所以我抬亲来了。我倒是哪一个，原来是谭继儿啊。我这谭继儿乃学士李希言之妻，怎么不曾听说他是你衙内先定位已娶的妾小年？啊，你呀，少废话，赶紧把他叫出来迎接大爷我。对，迎接我们衙内。那谭继儿有他自己的支持。你哪儿那么多说的呀？他又不曾吃家，废话，怎会在我的馆中啊？哎，衙内，别生气啊，别生气，我问问他。老道姑，过来过来，我亲眼看见谭吉儿在这儿给你抄写经卷，你怎么说他不在呢？啊，你把他藏哪儿了？说，少跟他废话，给我搜。是，搜。没有啊，没有。哎，衙内，您还得问问他呀。老大姑，你把谭继儿藏在哪儿了？告诉我，大爷有赏。你要是隐藏不见，可别怪我翻脸无情了。你们一定要找那谭继儿啊！可惜你来迟了。怎么来迟了？他走了。走了？他上哪儿了？随他丈夫上任去了。他是个寡妇，哪来的丈夫啊？你听哪，你说吧，说吧你。汴梁博士中科场贤才能，新任潭州府奉诏赤地进，二人情谊重，相见日重逢，两院似天定，观州呼
条心吧。哈哈，好你个大胆的白世忠，我惦记谭继儿不是一天半天了，尚未到手，怎么着，你来了就把他给抢走了吗？这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，老虎嘴里拔牙呀。张千里外，有吩咐人以驾舟追赶，把他们俩给我抓回来。是。衙内，想那白世忠乃是朝廷的命官，小的们就是追上也把他怎么着不了，您呐还是另想主意吧。朝廷命官，官高自由，官在上，要是不给他点厉害，他也不知道我杨衙内是怎么个人物。有嘞，明日进京面见我父，就说那白世忠四处扬言要出奸臣杨戬，我父闻之是必然大怒，到那个时候，白世忠啊白世忠，管教你的潭州太守是命丧我手。好主意。回府。回府。整治完了白世忠那小子，把谭继儿弄到手，再跟你算账。你呀，你接着我的帽，你等着吧，你接着吧。哎呀，不好！实指望用我侄儿的官职将他下走。不想他要进京面见他父，倘若搬弄是非，莫那侄儿侄媳妇岂不要受害吗？哎呀，这苍天保佑，但愿我那侄儿侄媳妇免遭恶人陷害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无量佛。前路远，时机恨那马迟。俺玲珑奉了李老相爷之命，去往潭州八太守那里下书，看那前面已是潭州地界，就此马上加鞭。此一时扶牙，待俺自己的人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呀？这是扶牙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俺有紧急公文要面见大人。说不成就不成。你要见我们大人，他也得通禀一声啊。再者说了，我们大人已经批了一夜的公文，来不及了，你也得让他歇会儿。来不及了，你也得让他歇会儿，不是？来不及了，哎，你这个人怎么？我们在此宣话，这个人要见您，不容通禀，他就闯进来了。参见大人，你不是
李臣相府中的校尉李龙墨，真是小人，不在京城伺候丞相，来到潭州做事。这个，你请退一下。是。随我去至事房。是。有何机密大事？这里有李老丞相书信一封，大人请看。待我看来。史中贤妻亲册。太尉杨坚之子杨衙内，狼狈为奸，诓奏圣上，略为嫌弃，贪恋酒色，不理民情，以致怨声四起，怨声载道。圣上不察虚实，龙心震怒，以清明杨衙内奉旨来任，即刻捉拿贤侄，就地斩大法。下面歇息去吧。是。夫人呐、啊，夫人，你我就要生离死别离。相国博士中造此不过之愿，本当与夫人商议，又恐他担惊受怕，我若不对他言讲，明日甚至我便做刀下之鬼，朕叫我两难也。
这下官在此心烦意乱，恐引起夫人不快，故而退堂之后独坐在此。哎，今乃八月中秋，理应欢乐，为何烦闷起来了？这夫人不问也罢。哦，莫非为失信之事么？我看见了，不过是封平安家事，夫人不要挂怀。是什么平安家事？分明你家定有其事，追你在外领取信契，写信前来问罪，是也不是？你说到哪里去了？下官了，你巧言分辨，一视枉然。夫人不信，拿去看来。好，待我看来。还是不看的好。早知今日进退难，当初何必把我瞒？既是夫人失信致此事困难，两周全。夫人不必起疑团，休亲早已断绝无嫌。皆因恩师及时间，不知红梅相亲天。夫子在五万里，不辞三朝把君子请，见不愿
今晚就在望江亭停泊，明日就到潭州。难道你我夫妻就这样坐以待毙不成？时候了，五十一个。嗯，这就好了。夫妻就要分离，还说什么好啊？相公啊！今晚扮作渔夫模样，去到望江亭探探泽子的动静，倘遇机会，我就。定叫此泽空来一趟，束手被擒。哎呀，不妥呀，不妥。怎么？想那则诡计多端，你若到那里，恐被他人识破，岂不养儿糊口，还是另想良策才好？事到如今，哪有许多良策？速备小轿一乘，将我送到望江亭外下轿，再备小船一只。藏在芦苇之中，三更时分，以机长为号，将我接回。哎呀，我还事事放心不下。哎，你但放宽心，我会见机行事，我去尽意。你呀，快去吩咐他们。Thank you.
衙内已经来到潭州地界，前面就是望江亭了。吩咐蒋传龙按呐，蒋传龙按呐。有请衙内。衙内请。哎呦，衙内您留点神呐、啊，望江亭真不愧是名胜古迹呀、啊！是啊，来往的官员都要在这儿饮酒、赏月呢。衙内，您乐什么呀？乐什么？今天我是钦差大人，明天就是潭州的太守，那美貌的潭姬儿就是我的夫人了。我怎么能不乐呢？啊，该乐该乐。叫白世忠那小子多活一宿。对，叫他多活一宿。衙内请。千里万伺候衙内。胡说，今天我是钦差大人，明天就是潭州的太守，你们要称呼我大人呢，怎么还这么衙内衙内的，叫起来没完了、不是不是，我们叫衙内、叫顺了嘴了，一时啊不好改口。对对对，混账，好改也得改，不好改也得改，往后再这么衙内衙内的，每人重责四十。是衙。大人，衙大人，我还是嘴大人呢。是嘴大人，混账！哎，大人，哎，大人，大人，您消气儿，您消消气儿。大人请坐，大人请坐。大人，我先给您满上一杯酒。大人请。哎，大人请请请。哎哟，大人，刚才您还乐呢，这会儿怎么叹起气来了？今天是中秋佳节，要是有几个美貌的女子陪着我，那该多好。老爷多咱一个人喝过这闷酒啊。是是是，大人您瞧，天儿这么晚了，又是江边上，我上哪儿给您找那绝色的女子去呀？得了，来来来，我呀还是给您倒上一杯酒，您呐还是饮酒赏月观江景吧。也只好如此了。哎，张谦，有老爷在此饮酒赏月，江上这些渔船把他们都给我轰走轰走。哎，是是是，我这就去轰，我这就去轰啊。嗨，江上的渔船听着，我们钦差大人在这儿饮酒赏月，把船呢都拨到下游去。哎，拨走拨走走走走。嘿，说你呢，瞧他干什么呀。大人都轰走了，您喝酒吧。
上前。啊，有。听见没有？听见什么呀？哪来的这个女子声音呢？哎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快瞧瞧去，瞧瞧去。哎，我瞧瞧，我瞧瞧。卖鱼啊！哎，大人啊，是个卖鱼的女子。怎么着？是个卖鱼的女子？是啊。你说啊，真有送上门的鲜花儿啊。哎呦，谁说不是呢？快把她给我叫上来。哎，是。姐儿啊，哎，我们钦差大人在这儿饮酒赏月，你这儿嚷嚷什么呢？请问管家，上面坐的是杨衙内杨大人吗？不错，正是我们大人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哦，有官船在这儿，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嗯，你的造化不小。大人要见你，小心去见。是啦，随我来。上师接见大人，躬身下拜。贾谊儿羞答答，跪在臣前。带到，叫他抬起头来，抬起头来，让我们大人瞧瞧。哎呦呦，大人大人，见渔夫好貌相，真正可爱，好意思也长娥，他下了天呐。叫他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是啦。哎，我瞧你怪眼熟的，你是？我是张二嫂啊，张二顺是我们当家的。您常买我们的鱼，您就都忘了吗？张二嫂，哎。大人啊，您想想啊，有个张二嫂啊，不错，有个张二嫂，哎，有个张二嫂，你怎么来到这潭州地界了？我们打鱼的，四海为家，各处漂流，故而啊，到这儿来了。说的倒是有理啊。有理有理。那黑更半夜的，你怎么跑这儿买鱼来了？今儿个我们打了一条金色鲤鱼，听说大人来到望江亭，特地送来请您下酒。哼，我正发愁没有下酒的菜，你就给我送条鱼来，这可真是锦上添花啊。张倩，有，把这条鱼拿到船上，让他们做得了，老爷我好下酒。是。哎，慢着慢着，还是我去做去得了。船上有上等的厨师，让他们做就成了。还是我去吧。哎哎，别弄脏了大姐这双玉手。拿下去。哎，是是是是是。我说张二嫂，你愿意陪着我饮酒赏月吗？哟，什么叫赏月呀？就是看着月亮喝酒。好吧好吧。你问有，给张二嫂看座。是。哎，慢着慢着，大人在这儿哪有我们的座儿啊？别客气，坐下好说话啊。谢谢您。别谢，坐下吧啊。去去去去去添酒去。哎哎哎，是是是是。
嫂，你这条鱼卖多少钱呢？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是送给您的，不要钱。怎么着？送给我的不要钱？如此说来，你倒是个多情的人啊！哎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满上一杯酒啊！哎呦，这可不敢当，还是我给您斟酒吧。怎么着？你给我斟酒？好大人，哎，您远道而来，多受风霜，这杯酒给您洗尘。哦，给我洗尘？好，那我喝，我喝着啊。去吧去吧，叫你们再来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您有亡命在身，这酒您要少喝呀。这酒还能把亡命冲跑了？去，叫你们再来。哎，是是是是是。我
我写什么呀？哎，今天遇见张二嫂，给我送条大鱼来。哎呦，可真好哦！好啊，我汗都下来了。大人，啊，您这诗做得这么好，我还得再敬您三大杯。敬我三大杯？好，那我喝，我喝着啊。是好酒量啊，夸奖了，夸奖了。大人，哎，您这诗送给我成不成啊？怎么着，这首诗送给你成吗？成，拿去吧。谢谢您。甭谢了，拿去吧。漂亮的人怎么会嫁给一卖鱼的呢？你要是愿意，我收你做三。大人，您还要买三斤鱼呀？我要那么些鱼干什么呀？三什么呀？我收你做三房夫人。大人，我有丈夫啊。那怕什么呀？老爷们有钱，要有势力。明儿个多给他点银子钱，叫他写张退婚文约，不就是成了吗？那能成吗？不要紧的，我给他写个字据。您还给我写个字据？哎，那您快点写吧。哎，我给你写啊。得，拿去吧。这回就好了。明儿个他一瞧见这四句，乖乖的把你给我，那是一定的。我说张二嫂，那花好月圆，今晚上别走了，住我船上得了。大人，那可不成啊！那有什么呀？那可不成啊！哎，二嫂，大人，来吧，来吧，哎，这。张二嫂，张二人，凭什么？我
我凭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圣旨。哦，这就是圣旨啊。嘿，你没瞧见过吧？没瞧见过。我不但有圣旨，我还有宝剑呢。还有宝剑呢。嘿，我拿着你瞧瞧啊。你瞧，嘿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尚方宝剑。这就是尚方宝剑呐。先斩后奏，快着呢吧？敢情是拉上就是一大口子，快收起来吧。哎，大人，您这圣旨宝剑都是打哪儿来的呀？那你就别管了。反正明儿个杀了白世忠那小子，叫我爸爸给他定个罪名，这就叫先斩后奏。
说伙计啊，干什么去？天儿啊，不早了啊，该请大人回船了。嗨，他这会儿啊，准喝酒呢。你叫他，他也不回去呀、啊。那咱瞧瞧，瞧瞧，哎，瞧瞧，瞧瞧瞧，哎，瞧瞧。大人，天不早了，您该回船歇着去了。他不回去，不回去，不回去。您还要喝酒啊？他还要喝酒，我再奉陪您喝三大杯。大人您请啊，三大杯，大人真是好酒量啊！喝咱的去。那杨衙内带领许多校尉直奔府衙而来，直奔府衙而来，府上来。哦哦哦哦，遵命。人一们，将府衙团团围之者。酒贪杯，不理民情，荒怠政务，勒索民财，以致怨声载道。圣上命本官将你缉获正法。有何为凭？圣旨，卑职要恭请上甘玉，跪听宣读。酒贵多时。月儿弯弯照楼台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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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错了，哎，算了，宝剑，宝剑，宝剑，白世忠，圣旨现在船舱里面，取之不及，我有尚方宝剑，你抬头观了看，乃是把小小的钢刀。宝剑，宝刀，宝剑哪去？宝剑哪去？我方狂徒竟敢假冒钦差！下跪，我乃钦差大人，岂肯跪你？你假冒钦差，目无王法，老子说要重责四十。啊！我看你们谁敢打？哎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！人，我乃杨太玉的儿子杨衙内。身后何人？仆人张千里万。将他等押了下去。哎，大人，我们不能陪着您啊，我们不能陪着您了。你为何假冒钦差，污蔑皇堂太守，从事招来绵动大刑？我没什么可招的。来，有大刑伺候。假冒钦差，还在沿途之上胡作非为，你可知罪？我罪犯何处呢？有一妇人告你在望江亭上强行无礼，只有你亲笔写与张二嫂的字据，你还敢抵赖吗？大人，调戏民女是我的不对，张二嫂盗取我的圣旨宝剑，您可得追查呀。想那妇人乃是大岳之人，他要保剑甚之何用？分明是你强词聚共，不动大刑，两吏不招来，要下滚伺候。大人，我招，我招，我招！将你因何来到探招之事，从实招来。大人听了，跪在了大堂前。老爷听根源，只为谈继儿跟你结仇冤，进京见我父，定下巧机关，造了假圣旨，我带来尚方剑，要杀你白太守，我便上了船，望江亭赏月，渔夫貌似仙，酒后动邪念，我跟他定姻缘，丢了圣旨尚方剑，我是一切全玩完。叫他画供。是。哦哦哦，画供。供招事实，有请夫人吃堂。有请夫人吃堂。
内依然招人，现在堂口，夫人请看。哎，你不是张？你不要心口雌黄。杨家内呀，狗色子。想你也有今日也。哎呦，我上了当了。Thank you.
进京，求得李老恩师奏命圣上谢雪冤枉。应得有礼，正是。从来松柏乃岁寒，花仙为宜渡难关。满天愁云尽消散，妇人神志在天。